九门带您逛北京，我是小九啊。今儿啊，咱上惊天红买炸糕去，走着。各位，下午好啊！您看见没有，咱这就到了。哟，九哥，今儿这京城半日游路线您怎么安排的？今儿啊，咱先上中山公园银杏大道溜达一圈，完事儿啊，奔惊天红买炸糕去。嚯，惊天红这可是炸糕老店了，还真是。到今年啊，都30年了。我记着那会儿在湖广会馆的时候，天天排大队。没错，我还排过呢。您别说，还真有日子没吃了。一会儿买俩尝尝。咱还是老规矩，先溜达一圈。得嘞，您带道，我跟着您走着。哎，对了，九哥，您说这中山公园银杏大道，我还真没来过。我也是头回来，听说比地坛那个还漂亮呢。嚯，您这一说，一会儿我得搂搂。好像说是离设计坛不远。咱找找去。哎，九哥，中山公园是什么时候建的呀？这要说起来啊，可早了。辽金那会儿啊，这儿叫兴国寺，够久远的。您等到了元代啊，又改名了，叫万寿兴国寺。后边就该明朝了。明朝永乐19年，这儿就改成社稷坛了。清朝不会又改名了吧？清朝还真没改，一直到民国以后，这儿被改为叫北平公园。哎，九哥，那这中山公园是哪年起的呀？1945年以后啊，这儿才正式更名为中山公园。得嘞，这回明白了。您看见没有？说这话啊，咱就到了。咱俩啊，这么着，在这溜达一圈，完事儿就买炸糕去。就这么定了，走着。咱尝尝这惊天红炸糕，这炸糕是分店买的，咱尝尝，这炸的可不错啊，金黄，有日子没吃了，来一口，薄皮大馅儿，好吃，外酥里糯，豆馅真香啊。据说他们家这是老肥炸糕啊，有一点小酸味儿。他们家的炸糕啊，热着也好吃，凉着也好吃。哇，满口豆馅儿。惊天红炸糕吃完了啊，外边倍儿脆，里边倍儿糯，总店和分店都好吃，地道。